小男孩爱玩枪枪啊，去五金行也要买玩具枪、啊、你今天买了什么玩具枪？这一个。啊、哦，哎呦，这不是什么 Nerf 哦。啊，玩这个要怎么样？特别小心，因为这个还可以装水啊，水枪啊。怎么弄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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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怎么拉会断掉啊？会断掉坏掉哦。它应该是有一个卡榫吧？你拿那个子弹。这是你的子弹呀、啊！拿起来快点，打那个窗户看看，这里有九格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是最高分，好不好？打中间这一格，发射！没有啊？哦，歪更多，你要打到正中间这里才是最高分呐、啊！哇哇！哎，有一个正中同心的、啊。有了，都歪了，哈哈。哦，你只打中了一二三三个啦，啊，这两个也是靠近的，靠近了。小男孩爱玩玩具枪，真的是受不了。不过玩这个要特别注意哦，千万不可以瞄准人，知道没有？要不然打到眼睛就真的会受伤很严重，知道没有？啊。对啊，就这样。藏人眼。不是，对小朋友玩这个都要特别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啊，你说这个装水啊，你去装水看看好了，看这个水枪能打多远啊。小宝刚刚拉了老半天拉不起来，因为是在这里，那个开关。哪里啦？这里啊，这里白色一个开关有没有？压下去它才可以把它拉出来。啊，这个装水。哇！水啊，来去装水看看。装水，装水，装进去。装对边了，对啊，这样子对啊，然后推进去，推进去，呀，开，好，发射，看怎么样？啊，会痛吗？喂，会吗？会吗？没有。如果你这个装水，然后前面又装子弹，你按下去，它是两个一起打击。砰砰！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开始调兵，预备。这种可以同时发射又装水的枪还是第一次看到哦。好了，小孩子觉得好玩就好了啦。对啊。OK OK， 好了，拜拜。但是也要钱。也要钱啊，对，他花自己的钱。我们压岁钱，以前自己的钱。对，因为没有比他钱花的多。好了，拜拜。